拉萨站，我们刚过完安检，然后那个，氧气瓶啊，这边你进安检的时候，氧气瓶是不允许带的，他会把你那个氧气瓶收走，啊，因为火车上有这个氧气嘛，啊，就是指这个问题，其他的别的你该带什么的，除了那些他限那个不允许带的，其他的都没问题，就这氧气瓶啊。它这个火车站里面是你是不能带上火车的，售票处哦，它这个售票处在这儿，看到吗？在右手边，前面是进站，这儿买票，前面进站。行啊，我买完票以后，看看能不能，应该是能顺利买到票哈。然后我们就要离开拉萨了，有机会我们会再来的哈。这次时间比较紧，然后有点事儿需要回去，所以说这个之前的计划，就这意思嘛哈。我们先买票去哈，在这儿售票处。进站啊，售票，出站，这个方向吗？先这样啊。